如果躺在这里的，是你们的姐妹，你们能放过他吗？不能！大点声！不能！一营的，你们说句话呀！老三，别难为他们了，是我段江龙伤天害理，怪不得他们。营长，弟兄们，你们。 没有跟着他们一块儿吼，我就领你们情了。团长，他说的对，自古以来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这是我自己干的事儿，我认了。团长，这回你杀了我，我绝不后悔，绝不觉得冤枉。你想怎么做？ 就这么做吧，二哥。老三，你别说了。老三，我段江陵这辈子杀了不少鬼子，也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。现在落到这种地步，老天有眼，这是给我的报应啊！大哥，你就开枪吧，开枪吧，大哥。大哥，给我。 给我，让开！大哥，开枪吧！大哥，开枪吧！大哥，刚才我说了，我死在你手里，值了。 大哥，这辈子我最得意的事儿，就是认识了你这个大哥。大哥，你是顶天立地的男人，千万不要因为我毁了你的名声啊！大哥，开枪吧！开枪吧！大哥。 是哪条律法？杀人者难逃一死。可是段江龙是我的拜把子兄弟，我必须送他一程。你让我带他走，不行，必须今天军法从事。大哥。 我们相处很久了，我古振堂从来没求过你。今天，就算我求你一次，行吗？团长，这可是三条死罪呀！我求你了，徐副团长，把人交给团长。政委。 把人交给他，二哥。团长说要给大家一个交代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令我们失望的。兄弟们，我古振堂明天早上。 还在这个地方，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老三，走。这事儿先这么办，关于以后的事情，我会向上级请示的。大哥，我呀，一定不再放了。
这枪你不能开啊！你懂不懂？否则我让你陪着我弟弟下葬。我数一二三，一、二、三。一枪打下去，主力团就散了。徐斌三，你要执行军法。 徐斌三，我这辈子没有求过人，现在就算我求你，我将放下，我啥时候把求过再说。小妹，二哥，二哥，你醒醒，二哥，怎么了，二哥？ 三弟，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姓许的给杀了？我为了独立团。什么独立团？这还是你的独立团吗？啊？还是谷家军吗？不是了，独立团你做不了主。 你连你的兄弟都保护不了，你还算什么大哥？结义兄弟，断江龙之目，亏你还认得是兄弟。当初九凤岭，你进了雷阵，是谁把你给推出来的？二哥额头上的伤疤你都忘了吗？你戒烟的时候。 昏迷了5天，是谁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？是二哥。你醒了之后，又是谁哭得稀里哗啦的？是二哥。七尺男儿，你见他哭过吗？临到头了，他为了保护你的名声，还要你来枪毙他。 他可是你兄弟呀，你把他当兄弟了吗？你这辈子你还能遇到第二个段江龙吗？都说我和段江龙是你的左膀右臂，现在左膀没了，下一个被砍的可能就是我这个右臂。
这件事情上，旭平三也有错，我代他向你道歉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 失去了大药山，为了你，失去了我全部家业，我现在又为了你，牺牲了我的生死兄弟。你说，我还要为你失去多少？赵思琴，我为了你，我快什么也没有了。你对我呢？我只要你一句话。 你说呀！明白你现在的心，可是请你放开我。你走吧，我等着。 知道吗？我真想杀了你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这个人撒不了谎。我这辈子有一个妹妹，有两个兄弟。我最疼的就是我妹妹，最讨我欢心的是韩风。可是对我最忠诚的。 是老二段江龙，我对不起他呀。如果他没有跟我到独立团来，也许这会儿他还在双虎山逍遥自在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被杀害的姑娘？ 如果他的亲人知道了，同样会伤心难过的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有办法对付小藤镜的听音器了。你说吧。利用火车到达前，车轨震动的时候埋炸弹。那天晚上我去看过了，在火车到达前和离去后的50秒之内，车轨震动发出了噪音。 足以掩护我们埋炸弹的声音。那天晚上，你就是为了这个下山的。没错，鬼子要把铜矿运出大瑶山，就必须经过九凤岭，所以只要我们在这里炸一个山洞，重新打通需要大量的时间。而且一旦山洞内的照明被破坏，白天进不了光，我们不容易被发现。鬼子傻呀，那么重要的地方。 肯定守着呢，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占领一个山洞。这个我来想办法吧。当初鬼子能爬上九凤岭，从背后伏击我们，我们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。炸山洞的确可以给鬼子的运输造成破坏力，可是即便炸了山洞，鬼子一定还会选其他的路线运输。那我们就把其他的路线一块炸。 你真想给日本人当靶子？我还没活够呢。那怎么办？利用火车来之前的50秒。鬼子在火车头上可是架着机枪的，各车厢的连接处都有鬼子的重兵把守。这大白天的，你能不让鬼子发现？我们可以在山体的拐角处埋地雷。小鬼子的眼睛总不会拐弯吧？ 真有你的！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们必须在50秒之内完成埋地雷、撤退隐蔽。其实操作的时间只有30秒。
哎，你的爆破手能做到吗？能做到的全都牺牲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培训剩下的爆破手。好，就这么办吧。段营长，你。 我带队，我跟韩老，我跟韩风。好，韩风啊，你挑上20几个结实点的，会爬山的啊，先把山洞里的鬼子给我拿下。二营长，团长跟你说话呢。听到了。好，其余的路段呢，交给你们爆破组，好吧？好的。 大家回去各自再琢磨琢磨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啊，散会。韩风，你留一下。三弟，你二哥的事儿，你还在责怪我吗？打鬼子的事儿，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 这个，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慢慢适应适应吧。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我满脑子都是二哥。你是个重情义的人呐，大哥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？我再重情重义，二哥他也回不来了。 开玩笑吧，爆破你拿手，可这种体力活，不如我这个小丫头呢。找在我面前显摆，不信咱俩比比谁快。来呀！老三。
は見えてます。第二兄弟は？まだです。まだです。気をつけろ。は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山体被炸了，九峰岭不是有人守着吗？是何野军他们。次长，清峰岭的铁路也没了，还有刘家寨、石头沟。什么？还有，哪里被炸了？说，王家岭。王家岭。还有呢？乌背山、双虎山，他们是怎么下手的？他们都是选择山体的拐弯处，我们根本看不清啊！哎，鬼子十六条路段，而且我们派出去的爆破手都已经安全的回来了，这可以说是一次零伤亡的胜利。军区第一嘉奖令，知道上级是怎么说我们的吗？说我们独立团这一炸呀，至少牵制了敌军五个师团的进攻时间。五个师团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那可是十几万的日军呀！古团长领导有力，指挥有方。最重要的呀，是这个最高嘉奖令。董参谋长，这是上级给你的，而且给你记了个一等功。给我呢？你现在在八路军当中啊，可算是出了名了，全军都知道我们独立团有个一声雷，那本事可大了。你这一炸呀，敌人要修复铁路，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呢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略施小计而已，略施小计都那么厉害，你要真用本事了，那还得了啊！行了，小凤，别那么肉麻，行不行？别忘了二哥是被谁给害死的。韩营长，这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吗？你说呢，顾团长？团长，好像对嘉奖令没啥兴趣。啊，那个。我这一仗呢，只是走走过场啊。参谋长那一仗有分量。顾团长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这嘉奖令是我们独立团的荣誉，也是激励。以后我们要多打胜仗，都像董参谋长一样多立大功嘛。好。顾团长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了，散会吧。散会。哎。海文，啊，怎么了？刚才韩营长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，他说那种话我能理解，不会往心里去的。啊，对了，我正要送你一件礼物，现在啊，就当庆祝这次胜利，庆祝这份嘉奖令了。
什么礼物啊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别躲了，进来吧。当家的，干什么呢？我忙着呢。你说要送给赵政委什么礼物？军事机密。就这个呀？跟你没关系。你给我看看。哎呀，走开！该干嘛干嘛去啊。行，我听你的。我干嘛我就干嘛。哎，还给我！哎，还给我！好香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跟你没关系。是给我的吗？哎，你别臭美了行吗？来来来，还给我，还给我。有花香，还有蜂蜜。还有我最喜欢的黄角兰。呀。你鼻子挺好使啊，哎，你是属狗的吧？啊，我从小在这山里长大，山上的一草一木在哪儿我都知道。啊，像你啊，城里人没见识。行行行，我们城里人没见识，你们山里人见多识广。现在你看也看了，闻也闻了，可以还给我了。你告诉我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哟，古团长。哎，再见。当家的。什么呀，这儿不错，把手摊开。啊？把手摊开，看见没？拍一下。好啦。好了。这是什么嘛？别着急，你马上就能看到奇迹了。要怎么？真会花心思玩浪漫呢，可这心思都没用在你身上。你少在这冷嘲热讽的，不说话能死啊！哎，我说，我们韩营长跟你很般配的，你就跟了我们韩营长吧。啊，姑奶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操心，还不走？对了，韩老三，啊，段当家的事儿怪不得我家爷们儿，那是他自作自受。以后最好少提这事儿。小凤，他可是你二哥啊。打小我就没叫过他二哥。你就护着他吧。对，我就护着他了。怎么着？好看吗？真美。哎，你是怎么弄的？哼，花粉。加蜂蜜。其实啊，我很早就想给你看了，只是这花粉实在太难弄了，我费了老大劲儿才只弄到这么一点。好像回到了小时候，小伙伴无忧无虑的扑蝴蝶。送你了，以后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取一点出来，让蝴蝶过来陪你解解闷。今天已经陪我解闷了，而且呢，我很久也没这么开心了。这个呢，还是留给小凤吧。我要留给谁呢？是我自己的事儿。小凤她是个好女孩。她是挺好，但是她不合适我。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挺合适的，而且她对你又那么好。你是不是喜欢古振堂了？
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古镇堂了？他跟老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，可是身上却有很多相似之处。他们都有过人的毅力，都会为同一个目标而奋不顾身。有时候，我会有一种错觉，站在我面前的到底是古镇堂，还是老方？他是古镇堂，他不是老方。对，他是古镇堂，不是老方。我会处理好跟古镇堂之间的感情，你放心好了。不，四姐，我是想说，你是我最信任、最亲近的朋友。不，我喜欢你。海文，别这么说，我是你的大姐。我希望你能处理好跟小凤之间的感情，不要辜负她对你的一片真情。还有，我也希望你能处理好跟古团长之间的关系。这件事情我不能听你的，四姐，你给我记住，我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。酸呢？酸什么呀？心里甜着呢。你们这些花枝招展的东西，赶紧给我飞走！这儿没有你们想要的油菜花，它呀，顶多算棵草。我说那是在董海文眼里边，我看你跟他没戏，你干脆跟我好吧。滚！你哪能跟我爷们儿比呀？哎呦，还我爷们儿了还？怎么着？还睡屋外呢？还当门神呢？我们两口子的事儿用不着你管。我们两口子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小芳，哎，什么时候这两个人能睡在一个炕上，那才是真正的两口子呢？咱们走着瞧，走着瞧。当家的，还忙着呢。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我给你烧的洗脚水，来。你烧的？当然是我烧的，我娘说了，男人多泡泡脚对身体好。哎呀，来呀，坐呀。哎，别别别，我自己来，谢谢啊。烫吗？还行。凉吗？还行。当家的。又怎么了？以后我天天给你烧洗脚水，好不好？你要干嘛？你天天搞研究，多泡泡脚，放松放松。我可消受不起。哎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我不需要。烦不烦？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没什么。我就是想照顾你。哎，我不需要你照顾，谢谢啊。洗完了，到了。啊！我再说一遍，我不需要你照顾。
杀了他！你干嘛？既然你喜欢赵思杰，那你就去杀了那个日本小妖精。给你枪！你动不了手，我去。顾小凤，你还嫌不够乱是吧？我不管，我就要杀了他。疯了！我是疯了，可是我不傻。你以为我真相信你们俩是朋友啊？顾小凤！ 你别再添乱了，我跟他是不是朋友跟你没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了，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和你也没什么关系。好，我走。别以为我顾小凤这辈子就只能跟着你。小凤，小凤，我离开你，我照样能活，而且指定比现在活得好。小凤，小凤，山洞被炸，铁路被炸。 向日葵计划刚刚取得一点进展，你要让前方的努力都毁于一旦吗？将军，今天起呢，我会加强山洞的守卫，在哪个山道，加强戒备，不然对立团的人再有机可乘。 刚从矿里回来，日本的报纸上说，正在大面积开采咱大窑山的铜矿，咱矿是质量高，品质好，为铜匠之首。鬼子七八个冶炼厂，就指咱们大窑山的。咱得赶紧想个辙呀！我这不正在想辙吗？咱们炸了铁路，小鬼子又改成公务了。看着这铜矿一车一车被运出去，就像一把刀一样，在割我的肉啊！要是这样挖下去， 咱顾家的铜矿，迟早会被挖空的。大哥，咱铁路都能炸，公路也能毁。哎呀，你毁了他的公路，他马上就能修好；你毁了这一次，你毁不了下一次。哎呀，得想个根本的办法了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有主意了？嗯，回去开会，咱们大干一场。好，现在这个鬼子对铁路这个防范非常严密。 咱们很难下手啊！看见吗？即江大桥。好，这个桥该炸，这个是冀中平原的交通枢纽。哎，咱们把这个冀江大桥给它炸了，鬼子整个这个铁路就变成了残废。啊？这样吧，这个。 都传达给各营了啊！大伙分头行动，各自准备准备吧。啊，就这样，散会。大哥，嗯，又该让那小子出风头了。哎呀，少废话，天天看着呢。 顾家的铜矿石被运出去，真让我生气。刚才在会上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一阵讲在心头上，我能说什么呀？这么说，咱俩的意见不统一了？当然不一样。 即江大桥是华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，鬼子戒备森严，不是说炸就能炸的。而且这么大的行动，顾炳茂上级就做决定，这行吗？